工作人员报事前说，三位都有。我没有发文啊，发文我没有发文啊。翠上面有，没有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就。我打个歌词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大家一直觉得我在讲那个，所以就是自动代入这样。我，你知道，我觉得大家喜欢相信自己所相信的啦。大家喜欢脑补，对对是吗？他的意思是这样吗？是是是是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开心就好了。小春前阵子好像有在高雄，就是有遇到那个台下有粉丝闹场，哦，对啊，對也不算啦，就是因为大家喝醉了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来看演出就是这个样子嘛，我们不要影响到其他的。粉丝对，然后当下确实是，就是闹了，他喝酒的关系，就比较我觉得比较亢奋一点，对，然后当然就影响到其他人嘛，那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他请出去，就这样。我必须要帮他讲话，他真的是很厉害，因为那个那位先生啊，他其实是从很前面就开始闹了，他就每一首只要他在 talking 时间，他就会开始，是说一些就嚷嚷，然后讲些就是我。对，然后他小春都是一直用开玩笑的方式在带过这样子，所以大家知道是在拍照的环节嘛。其实如果你去演唱会，你就知道拍照环节通常都是最后两首歌，所以等于就是他整场已经冷他冷了整场，他把他请出去，我觉得已经换作是我第二首歌就请他出去了。他是不是想要再拼一台吗？会努力吧，对，有机会了，对，就是随缘吧，这个东西就是看老天爷这样。嗯。会想要跟大元一样，就是在大元只有一个，在就是听儿子这样子。哦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都可以，男生女生都一样，都好。来什么是什么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没有重男轻女的这种那个啦。没有，他没有这个意思，他只是说有没有想要跟男生的。这是单纯喜好问题，是吗？不要生气，爸爸，好吧。好。